确实有点不太对劲啊。全军出击，我现在想尿个尿怎么办？我想上个厕所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雷暴一会儿再上吧。先学个E。雷的声音细如蚊蝇，我的声音轰如雷霆。轰如雷霆，在草丛里边蹲着。剑魔呢？直接放个E啊！哎呀，没打到！哇，这个E没打到，有点伤啊。补个刀。直接炸！哎，这回炸到了。这剑魔这是要跟我比谁大呀？我这一看呢，这剑魔，这把咱来个虚躯熊，咱就不来个大熊了。炸！看看二级学个啥啊？练他，看看对面打野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是个凯野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玩呢是吧？凡人的造物必将磨灭。没有。哎呀，我还丢了个小兵经验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先攒个被动啊！好，差不多到位了。打他一下，我这盾不能白爆，掏他一下，平 A 打个强攻，练他。他们已经失去了野性，再练他们。剑魔这玩意儿是真不好杀呀，我摸不到他，有点。没事，摸不到我们就不摸。熊人替人类开头，算了，我把这俩卖了也不合适。哎，我卖一个，哎呀，也不合适。算了，我还是卖了吧，卖了买瓶药。哇哇哇！我们这把来个三项吧，或者是分离者。其实我觉得狗熊出也行。关键我跟他打，我也没用上啊！这砸、掏、平 A、平 A、再掏、平 A、平 A， 假装走了。七十闪现一个掏，套点盐。假装自己这一波没升到六啊。然后让剑魔交传送，然后当他传送下来那一瞬间，我们先假装打不过，
然后一手升级，升个六，直接踩他。美尼布一只风暴跑了，算你跑得快。你干啥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没太能理解。我溜了。风暴在大地上舞蹈。这人是什么意思呢？许多人都想中计。打了剑魔一个闪。可恶！他吃了我一层塔皮，压了我一级。还打了个凯隐的闪现。猴哥今年冲年度不？雷霆咆哮，这个如果用钱冲的话可以冲，如果用嘴冲的话，那我们就还是算了吧啊。他没有技能了。哎呦我操，我这掏没掏到，有点烦。最后一下又能掏到就好了，没掏到，距离有点近。这人干嘛一直追啊？有没有屎吃啊？这狗熊这大招160秒袭击，我靠！小伙子，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？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？他居然打得过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哎呀，他伤害有点高啊。嗯，一没中，一技能他那啥了，他给我躲着了。吃到了，但是E没有中。这波有点伤。这狗熊打的剑魔确实不太好打，它能风筝我们。我碰不着它，它能碰着我，它跑的有点快。我先来个那啥吧。先来个小反甲，一会儿不行。我看到海谷封藏着寒冰，我想知道那是不是我自己。别的我都不想知道，我就想能不能帮我赶开一波。你说打了两个闪现，连个屁都不放。这帮我赶他一波，是不是？给个人头也行，人头也没有。这波他还有传送，相当于白杀。哎，不对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传送。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
狠了。我感觉剑魔可这那还行，他跟我出了个水银鞋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这个出完出小反甲吧，咱这把就不出右装了，先来个三项。出右装相当于是剑魔的血瓶。好抠。何必胜负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，我杀海影了。哎呦！这玩的啥呀？这是？哎呀，我操了！这玩的是什么东西呀？哎呀，是什么？哎呀！其实我一开始就打剑魔就好了，打错人了。我一开始打的是凯影，你知道吧？打一半吧。哎呀，算了，拉倒，不说了。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有点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不能这样了啊！这剑魔这英雄他妈的摸不着，太难受了。风筝人呐，神明是不会死的，大地在沉睡，但他并未死去。我行这一咆哮。出重伤不是出重伤的问题，兄弟，就是狗熊就是不好打剑魔，这把就不应该选狗熊。我 Q 上去他 W 链跑，跑完以后他三段 Q， 你说我吃还是不吃？我一共就一个 Q 能进得了身。操你！猴子，你他娘的，你跑！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你不跑，你能行事儿吗？完了，小凯凯来了，来个什么鞋呢？布点鞋吧，这把。不行，我得做重伤，我们家没有人做，只能我来做，脏活累活我们来干，好吧，这帮人都不做，只能我们做，来吧，做个小反甲。我披挂的雷霆再次崛起，先扫一下看有没有眼儿啊！你给我跑，你往哪跑？我到了，到位了！我操！
你干啥呢？长本事了是吧？啊，长本事了，小伙子，这给你狠。我无敌了，我来，来来来，大哥，我来就行啊，用不着你出手。那小蛤蟆这么狂，这么狂啊！算了。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，这里没有眼儿，但是这里有个泽拉斯，俺们先假装走一走啊，这波女警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我的血属于弗雷尔朱哥的前身沃尔利加德。好，凯也没带就行，凯也没带，这波最多两个人。女警在那里瞅着我们啊，他很不怕呀，我发现你有什么不怕的吗？行吧，那荡妇二连让他走吧，走位了。我反复横跳，最终难逃一死，没办法。打了两个闪也还行吧，出个门脸。他怎么打一波打的人全死光了呢？这怎么就上高地了呢？都走到高地上面来了呀！哎呦我天！哎，真的就对面的凯隐都其实都没啥装备，但是这个英雄伤害好高啊！真是不像样的极品。而且好灵活。大俩五块钱，战斗让血液沸腾。来小龙，先掏一下，晕住，耗点盐，别帮他没闪现，吃。可以打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我们往上冲肯定是死的，兄弟们，但是我也得冲。先杀剑魔啊，不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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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直接做。这块女警可以杀，泽拉斯也可以杀，往哪走，直接一个雷霆嘎巴。超平 A，钻我身体，你钻对人了，你钻对人了，我只能说是，哎，真的好灵活，好难杀的呀，太灵活了。我们下把来把凯隐，怎么这么灵活呀？这。我怎么站着了呢？我不应该趴着吗？
兄弟救我！没有虚区灭在。你们这大龙要丢了呀，是不会死的。直接杀他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就是风暴。快跑，溜溜溜溜溜溜溜。女警有闪现啊，神圣不可侵犯的树木、泥土、野兽、鲜血，好推七百砸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来我走了，我把剑魔先杀了，然后杀马尔扎哈，别别别，一直冲，别一直冲啊啊啊啊，打大龙来。虽然我们家鸡死了吧，但是可以打大龙。来啊来啊来啊，这泽拉斯有那么不怕死吗？啊啊啊啊，打大龙。先上海眼来，来，我打不了，怎么打不了人啊？你怎么还往上冲啊，兄弟？啊！快跑啊！这还不跑，这不傻吗？等一会儿啊，看有没有人啊？凡人的造物必将覆灭。我找到他。雷霆伽马，他哪去了？迁坟。打龙是吧？嗯。打龙是吧？我看你们敢不敢打这个龙啊？谁给我减速了？为什么会有减速技能啊？救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啊！哎呦我的天！小黄毛，哎呦呦呦呦，这俩人全死了，站一块儿啊，来个自言自力。龙怎么被抢了？不知道啊，龙被抢了吗？
那抢了就抢了呗，风龙龙也其实也没啥，抢就抢了呗。当我的兄长赐予他们火焰，他们就忘记了自己。赶紧来中路报一波团啊、哦！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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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我们回上路也行，算了，还是中路吧。我怕剑魔直接给我们家推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干哈呢？你干哈呢？啊？你啥意思啊？哎，真是灵活，这英雄太灵活了。真能跑，我狗熊很气呀、啊！我狗熊，他怎么能跑这么快呢？关键他杀完人他能跑，这是有点气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车呀！死了俩，上路可以推呀。对面死俩的话，没几个人了。等我站路，练死你！快跑！兄弟们，给你们秀波走位啊！这德拉斯不尿我，尿我！快来快来快来！我要秀一波，我说啥我今天也得秀一波。算了，拉倒吧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不秀了。下个装备来个啥呢？来个蟹手吧。我力会雷风暴，而我的真名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没有捡西地呀、啊，这跑的是快，就是没有捡西地，西地它有点长。玩了 W 技能还带减速的，老气人了！哎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完了，给我气坏了。刷新一个口，长得吸地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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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友打小龙，我们不上。给我冲！丢啥剑魔？都得死，都得死！乌拉！给我追！哪有小兵啊？怎么他拆打这么快呀、啊？
谢谢蓝林汉粉丝的一个大火箭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啊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